感谢您锁定八频道晨光第一线。我国海域从二月中开始就出现红潮，导致一些渔场出现大批养殖鱼突然死亡的情况。就在刚过去的这个周末，情况就特别严重，在柔佛海峡东部海岸的渔场，鱼一夜之间全部死去，渔场业者损失惨重。据了解，石龙缸和蟒鹅也出现大批死鱼，也有公众发现白沙海滩上有大批死鱼漂浮上岸的情况。其实这个问题每年在差不多这个时候都会发生，可是为什么就是没有办法解决呢？今天的晨光聚焦，我们就来探讨这个问题，还有了解业者怎么处理这一批批的死鱼。我们首先来请教海洋科学专家，到底什么是红潮？为什么出现红潮的情况，鱼儿就可能一夜之间全部死去？鱼不自然死亡的原因，当然大概都有那几大类了，就是缺氧啊，或者是鱼遭到某一程度的毒素的侵蚀啊。龙塘局表示，死去的鱼儿是因为鱼鳃被浮游生物给破坏，所以无法呼吸而导致死亡。照片中可以看到，死鱼的鳃部已经变成深褐色，而一条健康的鱼鳃部应该是鲜红色。化验报告显示，并没有在鱼儿的身上发现任何毒素，也就是说，这次的情况，大批养殖鱼是因为碰到红潮，所以缺氧而死。红潮指的是海洋中的浮游生物大量聚集繁殖，海水中的这些微生物会和鱼儿争氧气，导致鱼儿窒息死亡。是什么因素让红潮的情况出现呢？季候风过后，它大量的雨水会把陆地上面的矿物质都冲刷到海里面去，海里面就会很肥沃，当然这就会助长微生物或者是潮汐啦，或者是微型的那种海藻的滋生。这次红潮在半夜来袭，鱼儿都在一夜之间死亡，渔民根本没有时间反应，损失严重。这次的损失相当大，至少50000块钱。有些鱼儿只是来到我这里是一两个月的时间，所以蛮严重的。几乎我们都在2月份、5月份、10月份，通常都会碰到这样的问题，每年都是这样，重复了又重复，都面是一个挑战了。渔场业者说，他们靠天吃饭，就得看天气的脸色。其实啊，去年2月份的时候，他们也同样经历过一轮严重的红潮，而这次红潮来袭的势头甚至更猛了，更多的鱼死亡，几乎所有的鱼类都死亡。龙塘局告诉我们，他们上个星期发现海里的浮游生物量增加，便已经通知渔场业者采取应对的措施。可是为什么这还是没有办法避免大批鱼儿死去的情况呢？难道真的没有对策？专家表示，解决的方法不是没有，只是必须投入资金，投资在更多高科技的技术。业者说，在经历了去年2月的红潮之后，渔场一般都采取了一些措施，比如通过定期检测水温和水中的氧气含量，提前发现危险。通常是从鱼的那个食量那里，从低一点，从那里可以看得到。一旦说如果说水质有点变化的话，通常他们的食量会减到很低，它几乎会减半，到几乎到最后它只会吃大概30%的饲料而已。然后再从数据上哈，像 temperature 跟 dissolved oxygen 方面哈，从这两个 indication 让我们知道说会有多严重。但是专家认为，单单知道这些讯息，并不代表他们有能力应对。最主要的是还是要有一套系统，对吗？能够让渔农如果知道了这些讯息，他该怎么做？如果他知道了这些信息，还是照样的把鱼养在海里、养在网里面，根本这些信息就是对我来讲没什么帮助。因为你知道了，除非你说我现在有个 Plan B， 就是有一个后备的计划，对吗？我如果发生了这个事情的话，我应该怎么做？如果没有这些防范的措施的话，就算知道了也是于事无补。专家建议，解决的方法包括把鱼儿的环境和其他的海水隔离，再过滤和净化鱼儿所处的海水。位于东部海域的这家渔场就计划建立一套安全系统，包括建立一个大鱼池来隔离海水。
这个方式能够避免鱼儿进一步的死亡，它的存活率大概是80%，里面的那个配备将会有水质系统、循环系统、太阳能系统跟电脑化系统。这个系统是蛮昂贵的，在食物的安全网能够确保长期有海鲜的供应。不过要在大海的环境当中进行海水净化，也需要考虑到供电的问题，庞大的成本对于业者来说是一个挑战，再加上本地业者的执照必须每年更新，在不能保证可以长期运作的情况下，他们一般不敢做这样的长期投资。当然你是投资进去的成本是你要设立那个科技可能要10万块钱，可是你设立那个科技你要维修啊，因为你可能把机器放在那边，你别忘了它是在海上，那么它会被海风、海水、海的那个整个环境给侵蚀，所以它的维修费当然也是一笔需要考量的那个成本。环境污染也可能加剧了红潮的问题，渔场业者也观察到我国海域近来出现更多的垃圾。我们也不懂说到底说这些垃圾从哪里来，是谁丢的，可是垃圾量真的是越来越高。我看见很多纸袋啦，很多那些废物啊什么都一直会从上流流下来，这样子好像塑胶袋，有些鱼就被它套在里面了，所以它们游不出来，就这样子窒息而死。然后塑胶圈也是一样，它们把它套进去了，然后一直套在身上，然后造成他们都很不舒服啊。然后那个一些小的那些活性的那些塑胶 material 哈，他们以为是说，是食物，就把它吃下去就变成不消化，也是死亡这样子。为了防止死鱼流入市面上，保证食品的安全，农粮局有一套处理死鱼的机制。当局也派遣垃圾清理船来协助渔民清理，他们的渔场里面的死鱼。那除了非正常死亡的鱼儿之外，其他本地养殖的鱼儿还能吃吗？农粮局告诉本台，鱼样本的化验结果显示，到目前为止，鱼体内不含海洋生物毒素。而作为消费者，你知不知道怎么分辨鱼的新鲜程度呢？如果是新鲜的鱼，鱼鳃应该是红色的。鱼如果腐坏了，鱼鳃就会变成褐色或者是灰白色。眼睛的部分是最重要的，眼睛越亮就代表鱼越新鲜，鱼的表层最好也是光滑的。好了，感谢您收看晨光第一线，也欢迎您浏览八频道新闻及时事节目网站，还有下载我们的应用程序。我是知音，我们明天再见。